妹妹，我家菜都摘完了，你快点给我卖了吧。你家菜？你家啥菜呀？我家弟弟种的菜呀，你不是答应给我卖吗？你家也不是有机蔬菜呀？对呀，不是有机蔬菜，是不是有机蔬菜有什么关系嘛？都长得差不多。不是有机蔬菜，我卖不了。我们给超市送的都是有机蔬菜。什么有机不有机的？不就是个菜吗？我们天天吃的都是自家种的菜。可是，这不都一样吗？有什么区别？你把我的菜放人家菜里面，不就卖了吗？那能行吗？我们家给超市送的都是有机蔬菜，怎么能送一般的菜呢？你不说哪个知道啊？好美年你都帮帮你的嘛，我的菜都摘完了，再不卖都难了。李婶儿，我真帮不了你，我正着急摘菜呢，超市那边催着让给菜送过去。你不是说过要帮我种菜卖菜吗？现在怎么又不帮我了？我说是帮你种有机蔬菜，也没说过帮你卖一般的菜呀。说话不算数。李婶她生气了。生气咱们也不能帮她卖，要是把她家的菜掺在咱们家菜里，以后谁还敢要咱们家菜？嗯，对。我不自然有点理超市老板来电话了，可能着急让送菜过去了。张美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给我送了一些普通蔬菜过来？啊，普通蔬菜？我的菜还没摘完呢，没送过去啊。什么？没送过来？对呀，我和杨静正在摘菜呢。对不对呀？以后你送给谁摘过来，他都是你叫他送来的。啊，是李婶呀，他把菜给你送过去了。对呀，不是你让他送过来的吗？不是。他过来找我，让我把他家的菜混到我的菜里一起帮他卖了，我没同意，他就气呼呼的走了。他给你送过去了？这样啊，多亏我们检测人员检测出来不是有机蔬菜，要不然这事就大了。这事和我们没关系，不是我们让他气的。我知道不是你让他送过来的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李婶是你们那边的人，你告诉他赶紧过来把菜拿走，要不然我全部把他扔了。行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把菜拉回来。李婶他怎么能这样啊？喂，美女。李婶，你怎么用你家的菜冒充我家的菜送超市去了呢？我让你帮我买，你不帮我买，我不自己送去，还得他拿到家里吗？那你也不能说是我家的菜呀。我不说是你家的菜，他们也不熟啊。这回好了，他们检测出你家的菜不是有机蔬菜，让你赶紧拉回来，要不然就给你钱都扔了。啊，那这么大啊，美女，你快告诉他们，那菜他们不能不要啊，要是他们不要，那菜不就难了吗？你拿普通菜冒充有机蔬菜，差点弄出大事了。他们差点连我的菜都不要了，我怎么帮你说呀？那怎么办啊，美女？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要不然我的菜就白忙活了。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你赶紧把你的菜拉回来吧。你说李婶她心大不？这样对咱们，还想让你帮她想办法？李婶这车菜如果卖不出去，她损失就大了。他损失大是他自己找的，活该。你把咱们的菜赶紧给超市送去吧，我去想办法把李婶的菜卖了。他那样对咱们，你还管他干什么啊？李婶他种点菜不容易，咱们不能看着他的菜烂在家里。虽然他做的有点过分，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呀。咱们农民种点菜和粮食不容易，不能浪费了呀。那也是，你去吧，我去送菜。嗯。
老板，你不用问了，我们的菜都是全部有人供应的，不可能要你的菜。不好意思啊。李林还没回来啊。是昨天在这里，湖在对岸，长路沾满你的背影，在这个这么永远没音声的黄昏，平凡在心碎中认清遗憾，生命漫长的短暂，人生中的困难，愿为险而战，如何让坠入深渊，梦碎不变，每个山的关关不清，手中的不安，我是否能明白生命的奥义艰难？往日也许还能再相见，无人在人群在天，让我洪水铺满。美玲，你回来了，快去洗手吃饭吧。嗯。怎么样？你省的菜卖了吗？卖出去了，我找了好多卖菜的，最后答应人家老板，以后咱们家的有机蔬菜优先供应他们，他们才把你省的菜收下。累坏了吧？嗯，你也快吃。美玲，今天多亏你了，要不没我家的菜都烂在家里了。李婶，今天你家的菜我帮你卖出去了，以后可不能做这样的事了。不做了不做了，你这样帮我，我再做那样的事我还是人吗？嗯，李婶，以后你跟着我种有机蔬菜，咱们一定要讲诚信。嗯，咱们不要只想着把菜种好，还要能把菜卖出去，没有诚信谁还敢要咱们的菜呀。嗯，美玲你说的对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嗯，李婶在这吃饭。杨静，你给我出来！杨静，杨静，你们是谁呀？我是来找杨静的，你是谁呀？我是杨静他老婆，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呀？杨静去哪里了？我们去他公司找他，他躲起来了，打他电话他也不接。打电话不接，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呀？杨静一年前作为天成公司的担保人向我们公司借了50万，现在期限已经到了，天成公司倒闭了，老板也跑了，现在我们只能找杨静这个担保人。
不可能，我儿子不会做这样的傻事。你们找杨静问问就知道了。现在已过了还款期限，再给你们五天时间，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钱还上，不然就走法律程序了。妈，走。妈，你别着急，这事不是真的，杨静不可能做这样的事的。这范一家的孩子，他怎么能做这么傻的事呀？妈，你快别哭了，别把身体哭坏了，走，咱们进屋。美女家这回总算完了，50万啊，那都是还了。老板，小龙，你咋个还有心思让他杨小？你哥出事了吗？出什么事了？啊！你说你们两个刚好一点，小俊他又整出这个事来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杨俊他不会傻到那个程度的，这事不一定是真的。杨俊，你干嘛去了呀？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？小俊，你给别人担保50万，是真的吗？从没想过这样的结局。妈，妈，哥，哥，你怎么回事呀？怎么乱给人担保呢？我，你给他们担保的时候，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呀？当时他们公司生意那么好，只是缺少资金周转一下，我就没想那么多。你呀，还总说我没脑子，我看你才没长脑子呢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？让他自己想办法呗。走，咱们回家，没人管他这破事。小龙，你过他。哎呀，走吧，这事你能管得了吗？他自己惹的祸，让他自己想办法，别牵连我们。你怎么想的呀？这样的错误你也能犯？现在这50万对咱们家来说可是天文数字呀，咱们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呀？我这脑子让你一个踢了。你怎么一点脑子都没有？谁的话你都相信？我怎么那么傻？谁的话我都相信？好了，你别自责了，这50万咱们想办法还。怎么还呀？这两年我们能借的都借了。你别管了，我想办法。美玲，你去哪里呀？你在家等我，哪里都不要去。杨静，钱不重要，你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要是出事了，我一个人怎么办呀？你妈她怎么办呀？你说我怎么这么傻呀？
雨宁，累坏了吧？哥，嫂子，哥，这卡里有40000块钱，你拿着用吧。小龙，你哪来的钱呀？我把车卖了。啊？啊？小金，咱们家后院那个李虎不是要买我们的老房子吗？我80000块钱就把房子卖给他了，明天早上他把钱送过来。啊？妈，你怎么把房子也卖了呀？小龙，你怎么也把车给卖了呀？嫂子，他是我哥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有难了，必须得相互帮助啊。对，小龙说的对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就得互相帮助。杨静，我把小区咱们那套房子给卖了，这卡里面有50万，你明天赶紧去把钱还了。啊，那房子可是你从娘家带来的，你怎么把它卖了？是啊，嫂子，你怎么把那个房子卖了呀？再说你也卖得太低了。没事，以后有钱了，咱们再买回来。小龙，你赶紧去把车赎回来。妈，老房子咱们不卖了。美女。你这是胃癌晚期，还有半年的时间，回家想吃啥就吃啥吧。深邃的未来，手心蜜语流泥。听见你跳动的心灵，是我似繁花如水，似尘埃落灰，情深一往多情悲，愿此生不再举杯碎杯，幸福人类只有一生之甜蜜。哎，人家干嘛去了？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或已关机。关机了。美玲，美玲，杨静怎么了？一个人在山上哭，喊他他也不回来。一个人哭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谢谢你啊。你这是胃癌晚期，还有半年的时间，回家想吃啥就吃啥。杨静，杨静，
杨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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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呀？杨俊，杨俊，杨俊。杨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能有什么事？你哭了？没有，我哭啥呀？是不是化验单起来了？我看看。没有，我还没去取呢。胃癌。啊！是不是检查错了呀？走，咱们重新找一家医院检查一下。没用的，我问大夫了，不会误诊的。那怎么办呀？大夫说能做手术吗？已经是晚期了。啊！没事的，美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能和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值了。杨俊，老天爷怎么那么不专业啊？怎么让你得了这个病啊？美玲，别哭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咱们回家。我切吧。你要我切，你休息一会儿。我切，你去烧火。不回忆，就让我。美玲，我的事先别告诉我妈和小龙他们，我怕我妈她。在光明或在对岸，长路辗转，离合悲欢，聚又散，放过对错，才真答案。我真的勇敢，没有什么答案，你我生而。在心碎中认清遗憾，生命漫过你的眼，我的心中的秘密一线而战，跌入灰暗，坠入深渊，沾满泥土的眼，没有神的光环，握紧手中的平凡，此心此生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没事，我来吧。我的灵魂住在地球，我的肉身却在流浪，现实对比着理想，常常会让我彷徨。
美玲，你别难过了，我已经想开了，我要用剩下的时间好好陪着你。喂，你是杨俊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是杨俊。我是早上给你看病的王大夫，实在对不起，你拿走的那张化验单不是你的，是一个老大爷的，你没得癌症。你说什么？化验单拿错了，你没得癌症，是胃溃疡。杨俊，你没得癌症。喂，喂，喂，我没得癌症，我没得癌症。赶紧就走，把他接到上。医生，今天没下地呀、啊？这天没看，地里活都做完了。哦。我买的姨妈巾忘记拿了。你刚才没看到杨建的眼神啊？看到你儿子，眼睛都差不多拔出来了。可不是吗？美女也不给杨建生个一儿半女的。他都想生哦，要他生得出来嘛？站着我不想打你。美女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买的东西忘拿了。我想打你老母亲。找到了。嗯，走吧。猜猜我是谁？春燕。美玲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快说话呀！我想和杨俊离婚。啊！你要和杨俊离婚？为什么呀？是不是杨俊他欺负你了？杨俊他特别喜欢孩子，我又生不了，我想和他离婚，让他再找个女的和他结婚生孩子。美玲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你春燕，你别说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不想再耽误杨俊了。春燕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收拾东西，去你家住几天。美玲，你，哎呀，这可咋整啊？想要的幸福总是遥遥无期，爱到最后却化成了泪滴。美玲，你再好好想想呗。不用想了，走吧。就让我放手，让你远去。美玲，你们干什么去啊？杨俊，你可回来了。美玲她要和你离婚。什么？离婚？美玲，美玲，美玲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美玲，为什么要和我离婚啊？美玲，你怎么了？美玲，她说你喜欢孩子，她不能生，她要和你离婚，让你重新再找一个。美玲，你又胡思乱想什么呀？我都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是喜欢孩子，但是我更在乎的是你。我们有没有孩子不重要，顺其自然就好啊。
好啦，美女。你别乱想了，咱们做饭去吧。海过江南，烟雨作惆怅。无旁心悠悠，千古皆作假。花船箫鼓声声唱，几曲断人肠。谁家墙头美字寒芳？人间一场烟火，你曾盛开过。可惜人在西落，从此孤独过。江南花已凋落，怎堪再辗转？可怜良辰无多，今思无人说。霓裳织伞回头望，千年无一响。美玲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杨俊不是说了吗？你有没有孩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。美玲，春燕说的对呀、啊，咱们俩现在不是挺好，干嘛非得要孩子呀、啊？可是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你这根本不算啥事儿。实在不行，咱们不是可以住试管的吗？你曾盛开过，可惜人在心落。花已凋落，红尘纷扰。我曾经过，长烟火，你曾盛开过。美玲，你别想孩子的事儿了。我能不想吗？孩子是我们俩永远的痛点。美玲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没孩子，咱们俩省了多少心啊！对呀。你看看那些有孩子的，每天为了孩子，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高中，一直到大学。杨俊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大学毕业了，还要给孩子买房买车，孩子好不容易结婚了，又开始给孩子带孩子，等孩子的孩子长大了，咱们也老了，想干点什么也干不动了。美玲，养儿为防老，享受天伦之乐，这挺好的。但是杨俊说的也没错，没有孩子有没有孩子的好处，省得了那么多烦恼，自己赚钱自己花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你们俩说的也对，这样确实少了很多烦恼。对呀，如果你特喜欢孩子，咱们以后可以领养一个呀。